建机构号啊，3月13号，啊，这个叫告白宫，我刚刚给你想了，看一下啊，刚刚给你的，好，告白宫也好，什么神也好，什么天上什么神，都是一样哦，和神不能扩散，啊，和神，我叫你看，哦，这个水 bug 都不用紧，哦，这些东西破掉啊，落色都不用紧啊，最重要还是弱点，哦，你晒了太阳，能扩散来讲，神已经不照。我去摸它啊，干什么？用我最后一个手指摸，最后一个能摸，最后第二个啊，摸这边啊，我叫你们摸。嗯，它有一点刺刺痒痒，哦，这个部分已经有在这边了。哦，如果我们回去做工啊，没有空爆都不用紧，我们爆了很久了，有20-30年了，还有灵感性，哦，这个部分。我去了哪里？什么地方？我可以另个空，他们会给我灵感。啊，这神，它扩色不用紧，这样一点点不要脸变色啊，因为它已经灵魂不在了哦，可以化妆回去。哦，我们人也是可以化妆，哦，化了妆啊，这真正像人哦。这个炉，看到这边，嗯，不讲每一尊神，你们可以摸个高个啊，我刚摸过一次，有刺刺痒痒，哦，这叫我神啊。这时我们办了久了就有灵感性，它是一个艺术品。我所讲的，上天我去我朋友家已经没有了，我朋友也是 Kiki 了。这个人间不要 Kiki 了，傻子了，有身家百万都没有用。我所讲，哦，我不管什么神，我可以拎个空，不想每个人可以梦个高个。上天我老板所讲的哦，我有去卡关，哦，卡了关，你老布擦掉不用紧，你个神有给人家烟，它就吸进去，不管什么神都是一样。不要每个人讲到我几厉害跳虫啊，爆什么箱啊，都没有用哦。神是你一个，你要照顾就照顾，你不照顾有 Kiki 人讲话不听，你几成功都没有用啊。这是我跟那个谁个哦，我们小时候小小，哦他爆了他不要，我们就拿回来爆，没有事开了关，这是你个了哦。什么人都是一样啊，还有很多人叫八神不会，还要着火入魔哇，讲我怎样子怎样子没有用哦，我已经格格高了，三天。昨天有开一个市，你知道中了几个钱吗？算一下，差不多整1000块，中一个鹿耶！哈，每个人不相信，哦，我很高兴，我告诉这个人是谁哥干，我是马关哥啦，就马鞍哥就中过千了，哦，就谢谢大家，不贵，你们自己看你们自己的身，哦，脸最重要，不要扩色啊，这些肉筋啊什么不尖要不用紧，哦，神要有这种色。有几个色？红色、青色、银色、金色、白色，啊，就是以前的真正的神就好了。现在的神全部是叫艺术品，艺术品爆酒了，就是有灵感，就是哪个宝个，啊，就谢谢高伯公了，高伯公。哦，我去了哪里一间庙拜，我都会另个空里，啊，你不用怕，天下是江湖。我讲的话，每个不相信，很慢。我给你种了1000万字，给你做工辛烂一点，每个都不会，每个还要死做，还要死骗人家。我没有骗你一个，如果我做不好，上天不会给我的。我每一个月都种，我很高兴。我告不公，还有你们把你们的祖先都是一样哦，不要拿什么香啊，都是国一个啦，不要给红水师骗。哦，我很高兴。哦，这告不公的项链，你们看一下，笑笑个，这个红色的。猪不尖叫不用紧，我呼吸我留个很长哦，我呼吸到这边还会慢慢升的，知道吗？啊，是啊，你们不会啦，刚刚你们会的时候会爆声，你还要跟我讲，我很感谢我的高伯公，国泰平安，感恩慈悲，高伯公要顾天下的百姓的人间人，啊，有些马人讲话不听，刚刚跟他气。我所讲的是现实的东西，